一些庸碌昏聩的凡夫俗子。我在他面前呢，那比我正哥哭了，够了。为什么我的心还是很难过？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答案？为什么？毛擦眼泪吗？不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开始。我们四杀我抖，每抖一下扎我一次，每抖他扎我一次。早上刚扇了沈健一巴掌，这报应就来了，报应就来了。去你！谢伟，放手，是我，你啊！来人！好，再来一个。能不能插回的？我插过就不行。你插一下。你确定啊？嗯。你们都不知道我们这里面发生了什么，起步了什么，我们两个。对不起，我笨手笨脚的，那麻烦三两组重新烧了。没事就好了。现在入界做什么？不然去西北看。这个帽檐是要带到哪儿啊？没帽檐，差一指的帽檐。好嘞，好嘞。这音乐能换一个吗？